哦，真不一样。好的，好，收收。我们现在来玩一个游戏啊，叫循环相克游戏。但是是不是这次也像上次也是有惩罚，输的留点？是的，你们先定好惩罚。想想啊，我想好了，这次是谁输的，去过去帮我洗碗。我赢了，刘松就帮我跑一天的腿，我就可以就是指使他做什么，就是我说刘松去给我进个水，把刘松跑去给我进个水，啊刘松去帮我把我的鞋踢来，然后你帮我踢，刘松就帮我收拾衣服，然后帮我收拾衣服。既然你都玩大，我不玩大一点吗？那你帮我洗两天的袜子。嗯？那你帮我跑两天的腿。那好，洗一个月袜子。那你帮我跑一个月的腿。可以，成交。也没有很吓人，就是只是说就是就一般的，一般的就是小白脸，十分之内不留活。三二一，猎人狗熊枪手枪，狗枪是什么？请狗枪是什么？够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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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再下一局就直接输了。好，来准备。反应一下，反应一下。Round one。猎人狗熊枪不枪？枪枪枪枪！你在干什么？在那虚晃啊！就是哎，这个打脑壳。Round two。三二一，猎人狗熊枪枪。平静平静，跪下。来，三二一，猎人狗熊枪。猎人。我说哎，你又输了，我是狗熊，不对，不是，我不是狗熊。Round three。那我这个是五局三胜，这个是我赢了两局，你也两局，对，还特别厉害。那你拜拜。那我回想一下。来，准备，三二一，猎人狗熊枪枪，狗熊。哎呀，我输了，我死了。对，你说，先你来再来。Round four。三二一，猎人狗熊枪枪。哎呦，绝地翻盘，再点。Round five。三二一，猎人狗熊枪枪。Yeah！Nice，那就是。输了，刘松输了。来，大声告诉我你的惩罚是什么？就帮屈威跑一小时的腿，跑一小时的腿，跑半小时的腿，跑半小时的腿，跑一天的腿吗？啊，行，跑一天的腿，我也不知道你跑一个月好吧？因为我一个月跑都会让人死。如果是我的话，是我的话就直接不让你惩罚了。可是你是你，我是我呀，你是你，我是我。这样吧，要不，加赛是吧？加赛是吧？没有，不用加赛，我们可以就是再玩几轮友谊赛，谁输了谁怎么就把这器材收掉，我们就不老上工作人生，我们对我们来说，谁输了谁来说，好吧？可以，这可以，这可以，这可以吧？好吧，就三局两胜吧，三局两胜吧。哎，也可以，三局两胜，来。猎人狗熊枪枪，猎人狗熊枪枪人。猎人狗熊枪猎人 You win perfect 拜拜这样吧你夸我三句把我夸高兴了我就一直说可以这个好就说实在的我觉得屈国宇比我好看太多了就我感觉我的颜值在屈国宇面前就不堪一击就每次在屈国宇面前我都很自卑就觉得怎么有这么帅的人就让我就感觉就自己的内心就每次都受打击，那我都很不敢直视屈威，真的，尤其是不敢跟屈威在同一个镜子面前出现，那种感觉实在太卑微了，怎么办？虽然我觉得这句话还是很虚假，但是我高兴是吧？哎，好像今天节目到这里，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好吧？然后我们就是我应该很开心，然后呢？如果还有下次的话，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拜拜，拜拜。
欢迎来到看不相应，风好好解析形容有轻微的风造句。这几天风好好的，被汗打湿的衣服搭在窗子边边上，一会儿就干了。风好好，这几天风好好的，被汗打湿的衣服再搭在窗子边，一哈就干了。四川方言学会没得，我们下期再见。